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是奥特曼宇宙英雄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剧情副本。好的，剧情副本我们这里暂时就不打这个困难的了啊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开通功能，所以说我们把普通的先给它打过来，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打困难的，我们要抓紧我们的进度，多打一点剧情副本。好的，我们斯泰罗说话了，好的，算算时间，张伯特应该已经走远了，我们也撤退吧。早些撤退，免得敌人发现我们的踪迹。我们刚才好像看到银河受伤了啊，拿了别人东西还想走，也和巴坦星人都给我留下。说话这么霸气的巴坦星人，原来是你在各个星球散播恶魔碎片吗？像你这样的小鬼还不配知道大人的计划，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哇，就你这个初始形态，看我打爆他啊，朋友们，好厉害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大的怪兽。他刚刚提到的大人应该是阴谋幕后的指示官啊，感觉事情逐渐明朗了。 OK， 我们来会一会这一个说话这么嚣张跋扈的巴尔坦星人，他在传奇英雄里面还是非常厉害的啊，但是是巴雷鲁形态，他这个普通形态就这么豪横，那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配得上这么豪横啊。来，箱子开启，居然用了两下普攻开启箱子。来一个四技能，哇，伤害爆炸！这个四技能，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四技能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巴坦星人跟他秒杀掉啊！这一次我们就不出动诺亚了啊，打不过再出动诺亚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巴坦星人现在很弱的，吸，直接秒了，看见没？这一个光轮非常帅啊！来来来呀，来，直接跳他们身后，空中星云踢呀！这是 boss 还是传送下一个地点呢？哦，传送下一个地点，我就说嘛，不可能这么快啊，不可能这么快。小罗罗们还是挺多的啊，呀，还有后面，哟呵，还是挺多的啊。来，飞镖，吃我一镖，非常帅啊。来，把他们吸到引到一起，来来来，都跟我来，直接一个一技能送他们走，走，一起走，帅。直接送两波敌人一起走啊！要来两波，把他们聚在一起啊！聚在一起，空中星云踢！哎呦，这个范围太小了啊！这个技能范围太小了，不好玩。来，普攻普攻，一二，哇，暴击了啊！一二三四，你看见没？这四下一套组合拳都把他们带走。刚才那一下就带走了他们，暴击了啊，暴击了！好，我都前面就是刚才那一个嚣张跋扈的巴尔坦星人啊，来，看见没？他在笑啊，看我一个技能能不能将他秒杀？来，四技能，这个技能非常高伤害，咚咚咚，带走！哇，真的秒杀了啊，一个四技能，帅！看他这么嚣张跋扈，哎呀，还可以召唤他的碎片呢啊！然后我们把他招出来，为我们所用啊！巴坦星人召唤，耶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召唤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管理哥，帮管理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